麻酱粉丝，先来点麻酱。哇，有点肉满呀，再来一点香菜。这个麻酱是不是调的有点稀了呀？这里边还放了点那个粗的面条。来一口，看看怎么样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样吃着刚刚好，你要是弄得特别黏的那个就有点糊嘴了。小福袋，这麻酱9.9给发10包，老合适了。二八酱配料表只有芝麻跟花生，剩什么都没有。就这个汤汁，我觉得放点什么都能好吃。小葱面老筋道了。有没有土豆脑袋？土豆怎么吃都爱吃。回头煮点面再放里，妥妥的麻酱面。